戴上耳机观赏影片，看起来相当平常的娱乐享受。不过仔细一看，有一个巴掌大的长方形装置连接着耳机跟音响，这个称作 3D 智慧音效引擎的装置可以将音效升级至环绕全景的效果，能够帮助消费者重新定义聆听体验，以极小的配置，然后甚至是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你可以有很完美的很棒的声音体验。台湾新创团队音霸声学科技致力于更极致的听觉响应，用说的很难了解，得实际听过。经过音效引擎调整，声音仿佛从各个角落发出般，相当环绕且立体。要达到如此的效果，研发的过程可不简单。放上假人头，模拟人耳收音，并准备好量测声音的仪器。这里是无响室实验室，音乐设备大厂 Beats 以及 Google、Sony 等的声音测试系统开发都在这里完成。这个话就是所谓的全无响，它就是上下左右，哦，然后六个面体，它都有吸音的材料。那外部的话，它是用六层的钢板，还有在五种的不同密度的材料去做隔音，把声音隔开，将噪音降到11dBA 以下。音霸在这间无响室将人的耳朵在空间中接受到声音的数据收集成资料库，再搭配自家专利演算技术 XRound 模拟声音 3D 音场，创造出最佳的声音传导效果。以红遍全球的《绝地求生》游戏为例，游戏中玩家变换各式武器，相互厮杀，想得到最终胜利，声音是关键之一。他是穿什么样的鞋子，戴什么样的头盔，他的子弹掉落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枪械，那个声音其实都会反映出那个人会在什么样的距离。那如果选手能够做到听声辨位的话，他就在战场上可以比人家有多几毫秒，甚至几十毫秒的判断优势。音霸声学科技陆续推出音效引擎以及高解析耳机等产品，目前正在研发客制化耳机。未来消费者购买耳机，透过检测 App 让 AI 演算法学习个人的听力档案之后，耳机发出的音效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声音效果。以往都是我们人去选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耳机，这只耳机本身它可以去量测消费者他本身耳朵的整个聆听的条件，在于各个频率的敏锐度。那我们会收集到这个资料，那透过后端的这个 AI 的分析，那我们可以去帮他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补偿，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属于他客制化的声音。情感客制化让音霸声学科技与国际品牌做出区隔，成立短短四年已经打入日本、印尼、香港等国际市场，目标是以最简单的方式给顾客最高级的听觉享受。